去了方丈还想走。像小康永像不像？像不像小康永？他们都有露出错愕的表情，因为他中间很多段还会耍帅，会这样，就是你想干嘛？他脚还有脚步的，你知道是走罗志祥的路线呢。可是你们现在编还会这样吗？就有节奏的？其实大部分的魔术师都会配合音乐啦，然后就是会有一些顿点是想要 cue 观众掌声。但是冠霖老师，你不能这样，你把你自己的 slogan 拿出来。他有一句话，他也很老派啊，就他变魔术之前会说这是什么？你说，你说，你还说他，你自己那个 slogan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冠霖，从现在开始相信你的直觉，欢迎进入我的灵异幻境。好老派啊。对呀。你要他们讲什么呢？不是，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 opening？ 对他们一定要，就是他们说这是他的代表。对。你们十一个魔术师搞不定一句歌词啊！哦，又要他回家了，要这种状况很多哎。李伟宏，你要自己选对手哦，选一个对手吧。要自己选对手吗？对啊，选吧。这压力很大哎。没关系，选一个弱的。每个都很强，真的吗？真的，那就选一个最强的，选个最强的吗？不要我被他打败过。谁啊？让我看我。伯承吗？来，伯承，伯承，伯承，好，伯承上台喽。他选的对手好像跟他是同一个系列，嗯，感觉也是老派的。因为戴伯承站在那边的姿势，你应该有意见吧？他的那件燕尾服，我就已经很有意见了。他站这个丁字步，你有意见吗？我已经很想翻白眼。等一下应该会有那种。是啊。等一下可能会讲陈冠霖那种开场白，说欢迎你进入我的灵幻意境。对对对，就是会想要在那边吓唬观众。你有没有要讲开场白？哦，没有。你等一下如果敢把双手这样斜斜的举起来，我就立刻。不要笑。选手表演，好像有。所以照你的风格来吧，伯承，请开始。谢谢。好，我是音乐。因为我觉得扇子开扇子象征开花，那这种扇子红色扇子嘛，花开富贵，大扇子。你手再给我来这一套。你以为想接机后会举脚吗？他这套程序在国际上拿了很多的大奖，都是冠军。我之前好像有看到新闻介绍他，哎。对啊，是啊。你说他本人吗？对，就这一套程序，因为我们有所谓的比赛的专业比赛流程，他就是这一套。你是说任何人变这个都会得到国际冠军？没有，不是，这套是专属他的程序。他一个人呢？他自己排出来。你发明的？就是里面很多巧思，不能够表演。技巧是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去安排设计的。因为他去国际，所以用很中国风的东西。所以，可是这个扇子在我们眼中花开富贵就有点老派啊。对，我觉得你台风很罩得住全场的感觉。谢谢。而且他非常喜欢在最后 ending 的时候这样。是要挤出双眼皮你才甘心，是不是？其实我没有发现到这件事情。